好点吗？现在有好点吗？重新开了之后会好一点吗？重新开之后好点吗？还是卡？还是卡？还是卡是吗？好卡。没声音？不会啊，没声音吗？好了就行。行。没有背景音乐，我放首歌吧。谢谢九三，谢谢结果，谢谢新使命，刚没看到，不好意思。谢谢我和你在一起，既然这样，我们给他，我给大家来个，今天准备播我们今天小声说话，然后好久没有用这个模式直播了，既然用到这个模式了的话，那我。可以给你们整一个好久不见的一个叫做一条龙服务，哎，又卡了，好吧，我们从一个紧张刺激的又卡了，啊，好吧，真的很久没有那个这古老的玩意。虽然很古老，这么一看我很久了。啥也不说了啊，紧张刺激的一条龙服务吧，就非常的 nice。大家那个带上你的纸好吗？这个很刺激，千万不要让你的眼泪从你的嘴里流出来。嘘，还没看过，那你现在可以看了，我好久没唱过了，准备好了，嘘，一条龙，开局一条龙，一刀999，师兄弟就来虎牙直播。309414等你，良心主播买一条龙送两条龙，对，非常的良心环节，对，买一条龙送两条龙，你看左手那首歌怎么来着？之前那首歌很火的，左手给你画条龙，右手给你画。那右手给你画一道彩虹，是吧？后面是什么来着？这首歌过了很久了。后面是什么？后面是什么来着？哎呀，五毛特效，你五毛，我五毛，我们不就一块了吗？后面是什么？在你胸口比划一个郭富城。来，特效组上线，比划一个郭富，哎，胸口比划一个郭富城。哎呀，不行，这个吴彦祖他没穿衣服，最近比较严。不要问我他为什么他不叫郭富城，在我心里都是我的老公，大家都是一样的，不分什么郭富城、吴彦祖，好吗？大家都是一样的，但是今天他没有穿衣服就不要再看了，万一等会给我逼掉了。好
好了，不整那些有的没的了，我们小小声说话。指向闪耀的单球，哎，你别说，单球我也有。单球我也有啊，我看看在哪。单球我也有，今天还能抠眼睛吗？可以，而且这个会更加的好抠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这个麦克风就在我嘴边，那个麦克风在下面。你们老说我声音小。今天就不了，今天这个麦克风在我嘴边。是什么？闪耀的灯球。这个比灯球是不是还要更高档一点？有没有？这个有没有比灯球更高档一点？哎，太完美了，我真的。哎，我真的太完美了。自我感觉良好。让我调，好的。让我调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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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现在就在播啊！嘘，这边声音是不是小一点？
看看陆明修，好，现在，我真的是不爱讲话。说实话，讲话这个东西吧，有的时候真的是讲多了，有点脑瓜子疼。是晶莹剔透的，好像是没有重量的。你任意的向上、向下、向左、向右的飘忽着，飘忽着。
深深的呼吸，缓缓的呼吸，呼吸，呼吸，呼吸。声音好小，你就放大。
受着海滩的海水拍打着沙滩的感觉，放松。你现在什么都不用想了，坐第八步，我带你走上远处的山。下脚的全屏按钮，闭上一只眼睛，另外一只眼睛非常紧的贴近了手机上，放松。按照我的方法看着手机，不需要3D眼镜也能感受到神奇和立体的视觉催眠效果。准备好了吗？举到我的手，好像可以直接触碰到你的眼睛。放松，放松，放松。太亮了。
进入到更深、更深的睡眠状态。二，你现在只能听到我的声音。三，其他任何声音。
Thank you.
觉得很